也说进去了。你跟他不一样，多新鲜呢。他行大啊，我行二是吗？你那个选好了吗？这，你记得还真清楚。理儿不歪，笑不来。这说相声嘛，听相声图一什么呀？嗯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，就是全场几千人，嗯，都比说相声能力大。是啊，在您的行业，您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，精英，我们跟您没法比。是，所以说我们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站在舞台上说相声啊，就多客气、啊。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、嗯、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哎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说相声为什么？嗯，为了开心，就是为了一乐嘛。您各位开心，我们也开心，我们也高兴啊。没有别的手艺啊，嗯，人不得找点事儿干吗？可不嘛，我们这能耐也不强，水平也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嗯，相声是我们的爱好，也是我们的工作。哎，对。这是祖师爷恩典呐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以为卖报纸的都这么爱卖报纸啊？啊，我的业余爱好是卖报纸，没有没有，嗯，炼钢工人就这么爱炼钢吗？嗯，工作，养家糊口。但如果工作跟兴趣合二为一的话，嗯，那是很幸福的事情。还真是啊，嗯，爱好是人人都有啊，嗯，啊，刚才咱们说有好喝酒的，嗯，好吃饭的，是。侯爷，这都说完了啊！啊，可不是吗？喝酒，真的好喝酒，啊啊，没事坐后台就喝。嗯，那天喝多了，嗯，拿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。哎，凑一副多好。嗯，吃嘛，玩呗，开心呢、啊。喝多了。金圣叹有句话叫：“说这个人要是没有兴趣，没有其他的爱好，嗯，不能跟他交朋友。”是吗？原话是：“因其无志性也。”这句话是。就这人呢，一点爱好都没有，你别跟他玩哦。他净琢磨害人呢。嚯、哦！啊，你比如谦儿哥四大爱好啊，是啊，哎，这个赌赌飘飘，我这个也不吃也不喝，这人现在，他把吃喝那指标都让赌着嫖占了。嗯、他你得有点事儿干呢。哦，哎，有人说了，我爱听相声。嗯，谢谢您。哦，您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花钱指着您的每一张票养家糊口。对。人说了不爱看郭德纲，哟，说的什么玩意儿？嗯，谢谢您，看电影去吧。哦，看点别的。我就不爱看电影，那回来听相声。哦，就这么两样选择呀，合着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不能干点别的吗？你也得活着，我也得活着。对呀、啊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艺人和一个艺术形式，嗯，被所有人都喜欢。这倒对，不科学呀、啊。对，三亿五拍一电影，嗯，我就说不好看，你也不能勒死我呀。啊，那就不好看呗。我就觉得耍猴好。哦，你得了一万个奖，那是你的事，你告诉我干嘛？嗯，所以这东西很科学。哦，哎呀，我不爱吃这个什么麻辣火锅，我不吃。嗯、当然，我不爱吃麻辣火锅，我堵着门骂街，还把人锅踢了，那人得打死我。那、啊、得多新鲜啊！就跟我不爱听郭德纲，但我得上北展门口骂街去、嗯，那保安要弄你，那是另一回事。那还不弄你？嗯嗯。那可不是吗？你这。有人好吃西餐啊！不，这说这怎么又提这个了？您这里边就老有这个啊，老有这个啊啊！这个对我们来说，嗯，相声是最大的爱好。哦，天底下没有比相声更简单的艺术形式了。哦，也没有比这个玩意儿难的了。哦，又简单又复杂。不是说你会个普通话站这儿就能说相声。嗯，站这儿说简单。嗯。卖出票去可难了，那倒是。那呀，观众聪明，老百姓最聪明了。嗯，你别让他花钱，他憋着弄死你了。哎呵，为什么呢？嗯，你也会说话，我也会说话。嗯，你要花钱听我说话，这是为什么？哦，高科技呀。嗯，啊，这算高科技呀？你细琢磨，难了。嗯，多一个字儿，观众也不笑。嗯，少一个字儿，观众也不笑。就这么严谨，关键的地儿空半秒，绝不能空一秒，这叫尺寸嘛，差一丁点儿，这边特别科学。哎，啊，短一点儿，观众也不笑。嗯，这是技术，没错，挺难。还有一个，嗯，得有条件，先天条件。那当然了，嗯，嗓子得好吧？那倒是，子弟无音，课无本，这是老话啊。
什么意思？干我们这行的，嗯，没嗓子，就如同做生意没有本钱是一样的。哦，没本钱怎么做买卖？这就是本钱嘛，对不对？嗯，说话得清楚。哦，坐在剧场哪一个位置上？嗯，不管您是天花板上还是坐底下，也没有坐天花板上的。电工，哎嗨，你提电工干嘛呀？你坐哪儿？你坐人最后一排，嗯，也得让人听见。那是啊。你看这最后一排，咱都看不见啊，黑灯瞎火的。哦，当然我也想问问最后一排怎么着，是没有钱买头里的吗？啊，提这事儿干？说这干嘛呀？您得让人听见就完了呗。坐哪儿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人花钱了吗？每一个字儿，嗯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送到您的耳朵里。那当然，一个字儿都不能贪污了，是吧？短一个字儿，观众听不明白，那就糊涂了。说话不清如钝刀杀人。这都是我们的讲究。于老师犯了错了，嗯，捆好了，是，嗯，搁着菜市口，要杀一跪，哦，大刀举起来，哦，这刀就没磨过，钝刀都是锯齿，呵，疼，嗯，哎呦，别锯了，这得多难受啊，这得疼死，可不是吗？钝刀杀人不行，就得快啊。于老师犯了罪，捆好了，跪着菜市口，嗯。这是这一刀下去，嗯，这脑袋咕哟跑了，咕噜那边去了啊！人头说话，说什么？好快的刀啊！呵，我也太见骨头了，我这脑袋都掉了，还捧人家呢，我这什么玩意儿这？这就得练呐！啊，这也练。难了，嗯，打小就这么大，嗯，就跟着先生学学艺，挨打受骂，是不对，咣给一脚，还打人啊，嗯，张嘴什么玩意儿，啪给，是是挨着，嗯，到现在谢谢先生，那是真长能耐，那些老前辈，嗯，好些外行不懂这个，嗯，就跟京剧似的，嗯，毯子功翻跟头，啪这一跟头过不去，先生手里小棍儿，叫藤子棍儿，哎。啪一下，嗯，这跟头就过去了。肌肉是有记忆力的，是的。你老跟肌肉那儿讲道理啊，请你要运功好不好了？哎嗨，没用。那就不必南方人过来了，就说这意思。嗯，这是好几百年的规矩，非得打这一下。哎，不叫野蛮教学，这叫科学。你不这样就不对呀，真是科学。你这玩意儿可没用啊！你咱俩同意管什么用啊？嗯，是不是？嗯，就得练。说相声，往大了说四门功课，哎，说学逗唱，嗯，往小处说拆开了，十二三门功课都得学嘛，你得拿真能力啊！人叫人千声不语，货叫人点手自来，叫卖艺嘛。这儿开一家小剧场，嗯，这儿开一家小剧场，两家都说相声，嗯，啊，就是谁说的好谁上座。对呀，我这儿说的不好，不好怎么办？嗯，我把于老师勒死，挂他门上去啊？图什么呀？这讹他呀？哎，这嗨。你讹他拿我命讹呀，给他添堵啊，我怎么办的那个，你我替你照顾你媳妇儿，哎，这又不用，一举三得，您这不是给他添堵去了，不就说这意思，真是就是人家是赔咱两千块钱，嗯，对吧，我才值两千块钱呢，就说这意思，是不是啊？那不管用啊，嗯，郭德纲天大能耐，开一百家同仁堂也没人来买药了呀，是咱不是干那个，对呀，必须得是说相声，你得干这个学这个，对，很重要，嗯，嘴里得干净，嗯啊，说学逗唱，嗯，我们有时候台上老说咱们得唱，唱是太平歌词，那是相声的唱，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，唱歌是说学逗唱的学，因为那些个有专业的演员，嗯，哎，我们唱一京剧吧，您这不叫唱，您叫学唱，是有京剧团的，嗯，唯独太平歌词是我们的本门唱，说相声的，当年太平歌词烂大街了，是啊，说相声也不爱唱，哦，拉洋车的净唱，拉洋车的倒唱啊，庄公闲游出趟城西，这是瞧见了他人骑马我骑驴，劝人方啊，嗯，拉洋车的，嗯，那会儿也是半说半唱，最早的太平歌词为什么流传不下来？嗯，实在是不好听，不好听。庄公，嗯，闲游出趟城西，瞧见了，嗯，他人骑马我这骑着驴，说着唱，拉车的。庄公，嗯，先游出趟城西，我瞧见了，咣，嗯，把人怼了，嗨，站起来就骂街，你瞧见了你还怼我，哎嗨，
是说瞧见人了吗？那从王兆林先生说相声，有一王兆林是灌过唱片哦，把太平歌词改了。改成哎，改的稍微好听一点，韵律强，有旋律，有装饰音。嗯，侯宝林先生也改过。哦，南京的张永熙先生也改过。对，这几位都是会唱。嗯，他知道哪儿使劲。嗯，哪儿的签儿，哎，哪儿的小弯怎么加？这样的目的是让他好听啊，韵律强啊。你如果非让他保持原来的那样，那就没人听了。嗯，杭州。美景盖世无双，西湖岸奇花异草，死了几的清香。那春有苏堤桃红柳绿，西崖上荷花映满了池塘。秋观明月如同碧水，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，可以鼓掌了。嗯，你瞧，这真分人唱，会唱啊。是的，唱观众觉得哎有意思。为什么要会唱这个？嗯，在街上说相声，街上说相声用这个，马路边天桥也好，哪儿也好，嗯，我们俩人大家出来，哦，穿一破棉袄，怎么你站街上就一帮人围着你过来听相声呢？嗯，俩人站着唱点什么？哦，先唱太平歌词是其中之一，还包括一些个开场小唱。小唱是行业内部管的叫门柳，其实就是招揽观众、拢人用的啊，发四喜啊，嗯，使不闲了，哦，秀荷包了，客信鬼了，就这个。一唱把观众叫过来啊，开始说相声啊，这才说。最早的相声不是我们俩这样，怎么着？对联说，对我们是对面，他那边我这边，对联说。嗯，这桌子搁在边上，这桌子上面钱板呢、茶壶啊，嗯，什么这个托板，打人托板，对，过去说相声有一块木头板，嗯，俩人一说，去你的，啪砸脑袋。现在是用上观众看着，哎呦，好疼。其实那都。特别的装置，特别做的，一点都不疼。你以为说相声傻呢？嗯，啊，要打脑袋多疼，一点都不疼，出声音不响。对，特制的啊，就不必再试了。你这个，那个，这是扇子，这又不是，嗯，不，这嗨，也没有拿叉子打人的，嗯，都得学，嗯，啊，刨去这个之外，离我们近的那曲艺。曲艺，京韵呐、西河呀、单弦啊、梅花啊，各种大鼓、唱的都得唱。民间小曲小调，嗯，会的有限，不会学去，那可不得学吗？那我就谁会我就跟谁学。是啊，我有一特别好的老师。谁呀？谦儿嫂。啊，他倒是好唱。想起什么来了？您这是？好好的行不行啊？怎么意思？嫂子啊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您懂这规矩啊？见嫂子，规规规矩矩啊。啊，还鞠躬。嫂子，哎，嫂子，大气。他说什么？这站门站惯了是怎么的？哆嗦什么呀？跟这儿，就是腿抽筋儿了嘛。没，回去坐着去好不好？抽筋了，还点上烟。不是，手也抽筋了。这怎么那么多抽筋的地方啊？啊，死鬼！哎呦呵。舌头也抽筋了，可能。我小名叫死鬼。哎，这嗨，起点好的名。解释的过去了吧？不用解释。嫂子，我上您这儿跟您学能耐来了。学唱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吧，进来了。嗯，谦儿哥呢？嗯，来的正好。哦，刚走。嗯啊，刚走叫正好啊？省了他搅和呀。我搅和什么呀我？啊，嫂子，我跟您学小曲儿。哦，先坐着，不着急，喝点水啊。吃饭了吗？嗯，没有。哎，正好。刚和完这馅儿，包点饺子吃。啊，先吃点东西啊，包饺子。嗯，好吃啊，不如饺子。什么意思？好玩啊？怎么着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，这吓死我了！你这个，嗯，这要汇报值300。那不嗨，不干那事儿啊。教你一个小曲儿，就叫包饺子。怎么唱啊？葱哎丝儿。姜哎丝儿，胡萝卜丝儿，还有白菜丝儿。嗯，
豆腐丝儿，还有大虾米儿啊，香油白面包饺子呀，呼嘿呀呼嘿，你瞧，还真有，包饺子都有小曲儿，你都好听啊，一边吃一边跟人学就会了。我再教你一段吧。哟，这是还有一段那个春宵一刻，这包饺子就算学会了是吗？春宵一刻，值呀么值千金。嗯，三溪牡丹，吕洞宾。嗯，吕洞宾呐，哎哎哎哎哎哎呀！黄河楼上梅花落，玉笛吹散满天星。绿树阴浓，夏日长啊，磨坊里困住李三娘啊！哎呀，嘿，有点意思。还有一段那个啊，俏才郎，我教教你啊。怎么都这个呀？三呀三更里呀，月儿照花台，忽听门外有人叫乖乖，原来是我的情哥来。情哥你走过来呀，情哥走过来，前门有人要从后门来，脚步你要轻轻地迈。还有一个十八摸，等会儿吧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吧。这个回去学自个儿悟去吧，就得好好的学啊。其实我们小的时候还系统的学过这些传统戏曲，都得学啊。那会儿曲艺团学员班嘛，嗯，这个相声节目里涉及到京剧了，就送到京剧团去。哎呦，学评剧的送到评剧院去。是啊，不一样。那会儿我们俩，他那会儿就学京剧的，大戏嘛。啊，给他送到京剧院学去。好，一进京剧院，众星捧月围着他。我人缘好，拉大幕的赵大爷，电工孙大爷，做开水的李大爷，啊，热饭的陈大爷，怎么竟是大爷呀？六十来个老头把他围上了。哎呦，艾特啊！我那会儿净学评剧。评戏也好啊，给我送评剧院去。哦，好，一去好，这些个唱评戏的小姐姐们，都是小姐姐了。那唱青衣的，唱花旦的，最大的十九，小的十七，都一百多个。早知道我也喜欢评戏了，你知道。大爷们会吃醋的。嗨，别提大爷了，都得学。嗯，河北梆子那会儿也去啊，送了天津梆剧院跟老师学，可难了。梆子可难了，有时候我也看网上评论，大伙儿。真有人爱我，郭德纲唱什么都梆子味儿，我心说这真是捧我。是，你知道得多难呢，唱什么都是梆子味儿的呀。是吗？梆子的发音位置不一样。哦，本宫音背宫音相结合。是，本宫音是自己的声音，背宫音是假嗓子。您学学，这口气得在这儿，本宫音背宫音还得倒，当劲儿还不能有这个让人听得出来。我真是什么都能唱，跟梆子似的，那我就是活王爷，知道吗？哎嗨。那您唱两句，不听不，不是光唱，男老生、女老生也不一样。你看，啊，这有区别。你比如女老生的发音啊，啊，你比如辕门斩子，女老生唱杨六郎，嗯，杨六郎骂儿子骂杨宗保，是啊，你看，嗯，杨延景来怒冲冠，不孝奴才听夫言。就最后这听父言，就听爸爸骂你，就这劲儿不好吗？是，这劲儿拿的还真是不错。女老生调门高，就你别指着我说就好。你看到男老生，其实他就下来了啊。您男老生男女同调，但是男演员的嗓音跟女演员不一样。嗯，你比如银达子先生，那是聪明角儿啊，是啊，哎，就掌握这个半说半唱什么味道。你比如他那个蝴蝶杯里边那个啊，那个致献是骂儿子那个。还是这个，可说是，你看他不唱，他说，哦，可说是，嗯，我的，嗯，儿啊，这，
还有一出爷爷骂孙子，不唱了，不唱了，听够了，梆子也就这味儿了。嗯啊，不一样这个玩意儿，真的是。你到了豫剧，河南豫剧啊，我可爱上河南玩，就爱看他们豫剧，喜欢听。哎呀，那个痛快啊！是吗？我就看豫剧那个花脸，花脸。你看京剧也好啊，评剧也好，他花脸唱腔，他讲什么共鸣？这声音是这儿出来，记住了，脑门头腔共鸣这儿出，这音打里边翻出来，打这儿走。呵啊，但是这也太专业了，单说。但是人家你山西晋剧秦腔，河南豫剧那个花脸，这真是。他们说老先生教戏的时候告诉他去把嗓子吼破，啊啊，要这个啊，喊哑了，喊哑了。哎，豫剧那个包公，包公扎陈世美、建国泰，那你一听那老包啊，好一身汗，你能听出来。怎么唱啊这东西？马超乱叫，拍呀拍起腿，见过岳父耀光辉，来时来为陈世的美，为建设帮的福音，杀人的贼，下柴刀扎过了死鬼脚，回头来又扎赵王孙，今天要扎陈世的美，这一回不同那一回。好家伙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，你听这老包这。绝对是下地刚回来，哎，这嗨，这就不怎么样，扛着铁锹啊上金殿啊，嗯，放下吧，这太接地气了，嗯，发音位置不一样，这戏跟戏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我看河南戏，我乐趣最大，喜欢这个，我还看他们那小班的戏，怎么叫小班？就是这个不是大的专业省团、省豫剧院，不是那种，哦，那就是县里边呢，或者民间的班社，那个热闹，尤其唱本戏。怎么叫本戏？本戏就是连台本戏，放《封神榜》。呵，好，这一唱，在这个村一唱，唱一个月，都连着，一天一集。嗯，这叫本戏，这好听。当年京剧、评剧梆子都这么唱。是啊，你吃饭嘛，你得活着呀。嗯嗯，本戏那回我看是哪个团，我可忘了。嗯，您说事儿。唱《封神榜》。嗯，哎呀，把我乐死了。怎么出事儿？黄飞虎反五官。哦，这好戏呀。那这角一出来，勒着马。嗯嗯嗯。正催马来用目看，这是词儿。眼前来到一座关，是反五关嘛？嗯嗯，这关是潼关。哦，正催马来用目看，眼前来到一座关啊！腾腾腾，还亮相。正往前走，来到潼关，对，不知什么所在。糊涂了是怎么着呀？小班的戏不严谨。哦哦，就这么唱，想一出是一出，想起什么说什么啊。赖在潼关，不知什么所在。糊涂了，待我抬头观看，瞧瞧吧。上写四个大字，叫潼关。什么实数这？不实数啊这。反五关啊！反五关之后，黄河镇。哦，又往下了。姜子牙带着兵打仗去吗？啊，这儿赵公明摆下黄河阵。哦，刚要打仗来劝架的了。谁呀？啊，燃灯道人。哦，燃灯道人厉害呀，有能耐。骑着个梅花鹿。哦，骑鹿。两军阵前，这边是燃灯道人啊，骑着梅花鹿。是，这边赵公明，嚯，骑着个黑老虎。你瞧这坐骑。两军阵前。嗯嗯，这下来之后下了坐骑。嗯。一个下了老虎，一个下了梅花鹿。哎，俩人这说别打仗了，三说五说，说不成那就打吧。真打，翻身上坐骑。哦，又唱，怎么唱？这边花脸，嗯，赵公明把黑虎跨，他骑的黑虎，黑老虎把黑虎跨。是，这边老生唱，嗯，燃灯道人上梅花，这梅花鹿。哎，嗯，这么两句。是，赵公明把黑虎跨。好。燃灯道人，我上梅花。呵，这么两句要打，这一唱呢，唱错了。怎么个意思？赵公明，我上梅花。哎，嗯，啊，这边这个，嗯，没词儿了。嗯，你骑了梅花，我骑啥？嗨，就别对付了，跟这儿。那也得琢磨呀，我的老虎你骑马。哎呀，我骑老虎我害怕。别唱，嗨，这还唱什么劲呢？这那还唱什么唱？就说是呢，
所以舞台上事儿这很多，嗯嗯，经常发生。京班大戏也出错啊，都有事故吗？哎呀，就这些年台上净这个啊。我那回看那个失控展，哟，唱诸葛亮，咱别说是谁了啊，挺好，老生不错，是啊，尤其到最后斩马谡的时候，哦，不是哪位好唱戏啊，嗯，斩马谡最后。马谡、王平都来了，嗯，这不跟诸葛亮说这事儿，为什么把街亭失去了？对呀、啊，啊，诸葛亮唱“活在心头难消恨”，是“活在心头啊难消恨”呐，京剧唱一句小刀板，好啊，嗯。张家鬼的笑王平，临行再三嘱咐你，靠山亲水扎大印，大胆不听我的令，失手摘听你的罪不轻。嗯，他唱完了，嗯，王平唱，他唱，王平唱完了呢，还是诸葛亮。哦，王平的意思就是不怨我，您看我还画了个图呢，哎，线图，有这地理图，嗯，您看我上面画好了，所以说不是我的错。哎，诸葛亮看完了，哦，若不是画图来得紧。不是你这画图来得紧，嗯，若不是画图来得紧，你与马谡一路行。哦，马谡杀了、嗯、你跟马谡一路行，你也得杀一块儿了。你与马谡一路行，将王平刺打，嗯，把他沁汤四十棍，则打四十棍，不杀了。哎，唱到这儿出错了，出什么错了？唱诸葛亮这主，他媳妇在底下，媳妇在底下怕什么？刚结的婚，啊，哦，小媳妇。有的没啊，啊，好家伙，这眉太长了，这个，嗯，画的眼睛，哎，眼睫毛也这样，嗯，小口红，哎呦，拉下半拉脑袋来，啊，坐底，这王平这就是我吧，那个，啊，我不叼着烟，坐下看，高兴，看看，观众鼓掌，自己丈夫唱的多好，哎呀。演员在台上其实往后都看不见，嗯，灯一暗看不见，前面还行，就头几排，前几排好看的都能看得见，嗯，嗨，不好看的都看不见啊，好看，嗯，唱到这儿，嗯，若不是画图来得紧，你与马谡一路行，将王平刺打，嗯，沁汤四十棍，才对了，对呀、啊，若不是画图来得紧，打这开始就走神了。看见媳妇了，若不是画图来得紧，你与马谡一路行，将王平刺打四十棍，嗯嗯。将王平责打应该切住了，对呀、啊，这有锣呀、啊。将王平责打四十棍，嗯，连起来了啊。后边怎么办呢？全世界都安静下来了啊，就听他的了。哎，台上这几位看着，这都不怀好意呢。啊、你想都会都懂啊。是啊。将王平责打，把打沁汤四十棍，嗯、才能下家伙能唱呢、啊。他连起来了，将王平责打四十棍，嗯，拉弦儿的把弦儿放下。哎，这嗨。不打算了，打鼓的把毽子也放下来，嗯，俩人点根烟，嗯，对，就散戏了，是怎么着？看他怎么办啊？诸葛亮汗都下来了，那是啊。将王平责打四十棍，往下，使劲打，使劲打，使劲打，能使多大劲呢？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说演员一定要认真，哎，在台上出错那个，嗯，很难受。而且那会儿脑子空白回不来，哎，对，想不起东西，容易唱串了。串在东北，我们见过一个，嗯，一哥们儿，什么？嗯，净唱小班哦，哪儿叫都去。嗯，小班啊，就是不是特别专业的院团。哦，啊，京剧的、评剧的、二人转的，在东北都有，都凑齐了。有这高人，嗯，京剧班他也去。哦，二人转缺人他也去，都行。评戏缺人他也去。这能耐不小啊！这说跟着打板打板，嗯，说跟着拉个二胡就拉个二胡。你瞧，说小锣没人跟着打小锣，全会。缺花脸来花脸，嗯，短老生唱老生。你瞧瞧，戏班单有这么一种人，真哎、嗯，哪儿都去。这时候台上我听他唱错了，那还不错吗？那是唱这回唱，他把俩剧种搁在一块儿了。怎么个意思啊？他唱一回《红灯记》，哦。京剧跟二人转混在一块儿，这能混在一块儿？哎呀，能耐大了啊！你要没小伙，你愣来都来不了。他怎么唱的呀？临行喝马，嗯，一碗酒啊，嗯，浑身是胆，雄赳赳啊！哎呦，就山蛇也和我交朋友，嗯，千杯万盏回呀。
应酬啊，时令不好，风雪来得早啊，马要把了暖，是个吉